是除夕，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回嘉义过年了。然后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点钟。我刚看到 Natour 看到太入迷，就是他们才艺表演的那一集，不是很长吗？2个小时。然后我就看到欲罢不能，就是啊，没有办法在中间停下来，所以我就看到了快要2点吧。所以我昨天晚上大概睡了，4个小时不到。虽然我牺牲了睡眠，但是我获得很大的快乐，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的。好，你过去。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哇，我的爱都没有任何的回应。你在跟我讲话吗？我说 Good morning 啊。嘉义的阿公阿嬷家，先跟大家讲个小插曲好了，就是呢，我刚在高铁上面的时候，因为我搬行李，然后我的车票就掉到地板上，我就把它捡起来，然后开始扛我的行李，结果我再抬头的时候，我的车票就不见了，它就这么神奇的消失在这个空间时空，我跟我姐怎么翻都翻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我后来就放弃了。我在想，可能是我搬行李的时候，可能下一个人他弄完他的，他以为那是他的车票就拿走了，但是他没有发现这样。真是还好我今天有 vlog， 因为我发现我今天拍了一个车票的 clip， 然后我就秀那个给站务员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我的那个票不见了，但是我真的有买票这样，他就顺利让我出去了。对，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们意外吗？不意外吧，我也不意外。今天回到的是嘉义的阿公阿嬷家。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就会回来，那以前住的时间可能比较久，那现在因为阿公阿嬷已经不在了，所以我通常都是回来除夕初一，然后初二回云林的外公外婆家，然后就回台北了。其实我之前考虑了很久，就是过年要不要 vlog 这件事情，但我就想，假设这一两年我结婚了，我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回来这边过年了。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因为太习惯每一年过年都要回来这件事情，所以想到可能，过两年我就不会回来了，会有一点就是，什么怎么会这样子的那种感觉。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简单的 room tour 好了。不过因为我们真的从小到大每一年真的只回来住那几天而已，所以这边真的有一点点偏客难跟，就是 not furnished， OK。我们家是在3楼，我记得以前这边好像是我爸睡的，因为他打呼太大声，所以没有人要跟他一起睡。第二间房间，我小时候好像有睡过这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睡的，也是我小时候最常睡的地方，就是我跟我妈，然后我两个姐姐这样子，我们4个人一起睡。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像客厅、交易厅的空间。现在等香烧的差不多，等一下就来烧纸钱。那边下来一包
미안해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같은너만고통받고있는게아니야나도아파야1000块了完了还有高分哦中点完了我得点几千块了哎我好像也有哎你看零 zero 接驳接驳啊其他的可以拿去里面金龙奖第一个我先11、13岁是没有中哦200现在要准备来除夕夜拜拜新年快乐！点钞机，哇，好酷啊！据说这个是我们的老家，这栋铁皮屋。老家的正门。Hello, everybody！ 今天是大年初一。哎呦，哎呦，哎呦！哎。哎，是哎，收拾我的呀！扫墓去，够。我觉得我们三个没空。那姐姐呢？无成绩的呢？还有个啥？就是阿公的阿嬷跟妈妈、oh, 那边的祖先就是阿公的阿嬷跟妈妈哦、oh, 好、o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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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我们今天早上扫完墓之后下午是自由时间我今天是专业的陪玩服务员伴游伴游伴游我今天是一个专业的伴游南坛仁义坛号称嘉义日月潭항상처음은설레이지널보러가는길도마치구름위지너에게하고싶은말을생각하다가난이렇게는그바보라는것을알게되었어참바보같이머리부터발끝까지콩깍지가쓰여낸커피를들고햇볕아래서널기다리다내마음이녹은것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왔어 이 rhythm 에맡겨 발걸음에맞춰 Fly with the wind 이 분위기를 타 꼭 날아가지 못한 곳을 데려가 Hello, everybody. Hello. 今天是2020年的初一。新年快乐！我们要开车去云林的外公外婆家。老实说，我还是比较习惯台北的生活。我是一个台北的小孩。我今天呢，除了我自己的东西之外，我还要帮我妈带一些东西回去，所以 hence why 我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包厢。我现在还要把这一颗从3楼给扛到1楼去。还有没有下去拿的？没了。我这不好意思，这个是吧？我们下去哪里？刺头。我们下去哪里？刺头。再大声一点，我们下去哪里？妈妈。回娘家。好，没有默契的一家人，竟然有人会配合。这边每一年的每年回来的小孩子比较多，所以就比较热闹一点。
看到这个红红就开始在拍了。可乐阿姨，再说一次，我是谁？可乐阿姨，大声一点，可乐阿姨。好，错了。耶，一二三。我今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衣服，虽然我这样讲我妈可能会觉得有点是什么意思，你平常不是这样子的哦。但其实我是一个不管出 trip 或是去旅行回来，我都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洗衣服的人，因为我觉得会有一种啊我回到家了，我 settle down 了的一种感觉。 Nugin 身为一个孝顺的女儿， OK， 就是我有把部分我爸跟我妈的衣服也洗了，快点称赞我。我刚刚站起来的时候撞到头啊！啊，我眼泪要被逼出来了，好痛啊！啊，怎么办？今天才初三，我要变笨了吗？其实还有一个我今天立马洗衣服的原因呢，就是今天天气超级好，因为初一初二其实都蛮冷的，然后我今天早上一出去买早餐的时候就整个、大太阳，然后我就说啊，洗衣服洗衣服。这个应该是从小在我妈的你知道耳濡目染之下养成的习惯，就是看到天气很好就马上说洗衣服晒衣服晾衣服。今天是初四，也是开工的前一天。我今天早上跟我姐跟我妈去吃了早餐，回来之后我就心血来潮，然后拍了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但重点呢是，虽然我拍 Get Ready With Me， 但其实我今天哪都没有要去，我今天的计划就是待在家里。我上面虽然穿成这样，但是我下面是睡裤。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的战利品好不好。我买了一双 New Balance 的鞋子，这个是他们好像是新出的吧，1906。我是之前看金针菇出的 pose， 然后穿起来很好看，所以我想说去看一下，就是他本人怎么样。然后，真的很好看呢，而且穿起来超舒服的。你看，然后我又逛逛逛逛逛，我又买了一件外套。然后这个外套呢，它有一个靴头，就是它可以双面穿。那这边是就是绒毛的，然后这边是防泼水材质。然后这个帽子也可以拆开来这样。我现在这样子穿个3分钟，我已经开始热了。今年呢，老实说不一定会比去年更好啦，但我们今年也是要尽力的过好每一天，好不好？好励志的一个 ending。虽然有一点迟了，但是大家新年快乐，然后龙年行大运，龙年快乐，咚咚咚咚锵。OK， 拜拜。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